我怎么干？等我赶快！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生命不该遭到囚禁。刚出炉的新鲜魔钢，有人要面交食尸鬼吗？葬身在海底吧。我的耐心有限，
动一把。心有限，我看见了。质疑，
接住狂山出来。人家俩不听话嘞，有人要面交食尸鬼吧？阴影的时候到了，是谁在玩躲猫猫啊？是谁在玩躲猫猫？是谁在玩躲猫猫啊？现在可以吸了吗？人家俩不听话嘞，那是见我脑盖都我搞错了。有人要面交食尸鬼啊！出来，快点出来！出来，快点出来！快点出来！没办法啦！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就是我的灵感。
葬身在海底吧。那是叫我怎干？告诉我赶快！别造我啦！看不起你够了！快点出来！快点出来！快点出来！我的耐心有限。这样对吗？那样对吗？赢着了不行话嘞，我看见了，别造我啦，踏出阴影的时候到了，赢着了不行话嘞，怪物别打我啦，踏出阴影的时候到了，赢着了不行话嘞，是谁在玩躲猫猫啊？是谁在玩躲猫猫啊？是谁在玩躲猫猫啊？有人要面交食尸鬼吧？是谁在玩躲猫猫啊？出来，快点出来！
有同学知道心爱萨拉在哪里吗？神话，神话！钢骷髅的精神魔钢。你赢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